陈怡婷和张哲伟三天后就要举行婚礼，今天他们很早出门，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做准备。施丽梅73岁，自称是洗尸堆里打滚的人。她编织的这种纯手工艺品叫做春仔花，只用在喜庆的时候。做这个也会年轻啊，因为都是在喜事堆打滚啊，大部分要春仔花的都是要办喜事的。你好，我想要来看春仔花。我要结婚了。结婚前拜访施丽梅，求得几枝春仔花，这几年已成为鹿港年轻人新的时尚。这是新娘子的，双十的一定要插一对哦。如果是拍照的话，就要另外。好，不同的配。要拍照。选好春仔花样式，一对新人准备上妆拍照，施丽梅则要为新人现场量身制作。春仔花制作分为两步，扎和缠，其中第一步用铁丝扎成骨架最为重要，只有扎结实了，才能长久保留，也代表爱情的坚贞永固。铁丝就是你要塑造它的支架的钢印，就是硬铁丝。如果你要制作花瓣的，就细铁丝。春仔花起源于福建泉州，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相传，明代一进士回乡祭祖，为迎接他，家族女眷把平日闺房中手工制作的一种红色的花插在了贡品之上，进士觉得庄重喜庆，遂起名春仔花。后来逐渐演变为福建、台湾两地办喜事时的一种习俗。好美哦，这个就花开富贵。施丽梅的手艺是60多年前跟着娘家的姑婆们学来的，后来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她发现福建、台湾两地早已丢失了这种传统。应该是大家都丢得一干二净了。10年前，施丽梅决定重操旧业，找回这种传统。头上有插那一对红花，就感觉有喜事的感觉，很喜悦，很注重这段婚姻的感觉。放心说，不要搂过来，那男生你就要依，让他依靠啊。哎，好，放轻松。小手拉一拉，牵一牵，一生的幸福就在上面。来哦，再来一个哦。我就跟他们讲，这一对留给子女啊，你戴完，你盒子再收起来。留越久越幸福，留越久越美满。我说你珍惜春仔花，就是珍惜这段姻缘。台湾的春仔花开启了幸福与希望，而作为它的母体，大陆的传统文化以一种更为深沉的方式根植于我们的现实与未来。我出生在铸剑世家，从清代开始到我这一代，而且到我儿子这一代，都是以铸宝剑为生。我13岁开始跟父亲铸剑，今年我已经67岁了。我给自己编了个打油诗：未来人世前，十万锤高歌，少小楼为伴，老大恨山河。说到剑，人们总会想到江湖。年轻的弟子其实已经很难再相信师父口中的那个武林，但老沈还是坚持着这种以剑会友的方式。游玄德，南武当第14代传人，同为懂剑的行家，每次见面，二人都要在此切磋技艺。
近年来，市面上的剑都为精工铸造，想要定制一把古法手工锻制的好剑，刘玄德只能到龙泉拜访老沈。开炉之前，祭拜祖师爷欧冶子是铸剑行的老规矩。古书记载，春秋末年，欧冶子在龙泉找到一种新的金属材质——铁鹰砂，结束了从夏朝开始的青铜时代。他再次铸造的龙泉剑也成为史上第一把铁剑。龙泉剑以锋利、坚韧、寒光逼人所著称。此后，凡铸宝剑，必称龙泉。在中国传统文化，始终有这么一个定论：枪为帅，棍为贼，刀为虎，剑为君。什么人配剑？君子配剑。这把剑，它有了君子之风啊。四月，谷雨之后，大水刚退，是寻找铁鹰砂的最佳时机。老沈要赶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找到足够的原料。事实上，现代人已找到龙泉出好剑的奥秘。普通铁矿石的含铁量约为50%至60%，而龙泉出产的铁鹰砂则达到了70%以上。高出普通矿石20%，是铸剑的绝佳材料。利用溪水自然的流动，用简单的木盆淘洗铁鹰砂，这种26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的古老方法，有效而便捷。不错，这铁砂质量比较好的，含铁量很高。除了优质的铁鹰砂，龙泉干寒清冽的溪水，暗藏在水底的亮石，被当地人称为铸剑三宝。一昼夜，铁砂已经风干，老沈正式开炉铸剑。炒铁是铸剑的第一步。龙泉流传着三斤毛铁半斤钢的老话，铁鹰砂中含有硫、磷等杂质，要将其变成合适铸剑的材料，必须反复冶炼、捶打。经过上万次的反复捶打，杂质基本排除干净。这还不能成为合格的铸剑材料，还需要加入一定比例含碳量不同的钢。要将多种材料融为一体，需要百折百炼。一拳宽的剑身，老沈和儿子需要折打65000多次。铸剑行有句老话，铸为下，用为上。在老沈看来，用剑之人如何使用一把宝剑，比铸剑本身更为重要。立夏之后，空气湿度增加，老沈要加快进度将剑体锻制成型。但对于有经验的铸剑师来说，时间再紧也不能急躁。如果对温度和力道的控制稍有差池，就有可能前功尽弃。这道才乃神道，我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去铸剑，心情不好暴躁，我是绝对不会去铸的，伤人伤己。练剑之要，切忌停滞，身如游龙，专气致柔，入婴儿魂。要懂得刚柔之法，动静之变，身与剑合，剑与神合。1个月后，剑体已初步锻造成型，经过冷锻、反复抱挫、校正、磨砺，一把铁鹰砂在老沈手中已经脱胎换骨。亮石，龙泉特产的神奇魔石，
据说，只有用这种亮式魔剑，才会产生寒光逼人的效果。沈家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铸剑，这块亮石就被视为宝贝，传到老沈手中已经是第四代。亮石的品质，保证着沈家宝剑的成色。铸剑工艺快要完成了，但对于老沈和儿子来说，能否真正成为剑，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。竹子的硬度与人体骨骼非常接近，以竹试剑是祖上传下来的老方法，一旦劈竹卷刃，就意味着前功尽弃。剑，意为人所带兵也，是人类最早随身携带的兵器。三千年来，它已褪去锋芒，更多的成为一种镇宅祈福的吉祥象征。今天，剑已被中国人赋予了正气、正义、权威的含义。传承千年的铸剑行生生不息，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更有一种与金属相关的古老行当，记录着我们过往的辉煌。风向哪风向？秋收过后，一年中牛大爷最忙碌的时候开始了。这是去打铁的，每年都出去。拉拉箱，这四百八箱都等着都。好，那个绳子。好嘞。来了打铁的了。我叫牛启生，我父亲是打铁的，我爷爷是打铁的，我姥爷是打铁，我姥姥爷爷还是打铁的。到我这一辈子，就我知道的就六辈子了。大锄、大锯、大板锯、大菜刀、钢菜刀、铁棒三尺、二尺钩。打铁，中国最古老的行当，从春秋初期到现在，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。传统打铁分为打坐炉和打形炉，打形炉也叫刨铁。就是牛大爷的这种打铁方式。到了集市，牛大爷选好地方，准备开炉打铁，卸下打铁夹时，放好木墩，装上砧子，牛大爷打水和泥，儿子盘炉生火，牛家铁匠铺这就开张了。来了打铁的了。锄、大锯、大板锯。牛大爷家住山东章丘市相公乡，章丘铁匠自古就是一块金字招牌。这种下关东、跑口外、走南闯北的打铁方式，如今已成为一种习俗，载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就是不打绣花针呀，就是不打。牛大爷的吆喝很快引来了人们的围观。铁匠，中国几千年来最寻常的行当，直到20年前，人们都可以经常见到。然而熟悉的场面，现在却变得新奇。一晌午过去，留影拍照的人倒是不少，可牛大爷却没有一单生意。买卖不理想，牛大爷动身前往下一个集镇。自古以来就有“穷打铁，富经商”的说法。铁匠极其辛苦，又不太赚钱，妻子和儿子早就不愿意出来刨铁，可牛大爷还是年年出门，想着以前的老顾客。哟，今天的买卖不好，车子还出了问题。大伟，你拿起管子了？拿起煤气了？拿起煤气在哪抽抽你了？
牛大爷不想耽误时间，决定留下儿子修车，自己去附近的集市碰碰运气。张求人家家打铁，但是牛大爷的手艺还是远近闻名。他平时爱动脑子，经他改良的锄头刃薄轻快，不沾土，还能让人锄地的时候不弯腰。都来买我的懒汉锄啊！懒汉锄，张求你的锄啊！快，不沾土，不要锄地的人拉我出去。你这锄真好使。有一个照相机啊，叫傻瓜照相机，一拍那傻瓜都能照相。我这锄啊，懒汉都愿意锄掉。往年，牛大爷到这个集市，一般能卖出几十把锄头。今天牛大爷吆喝了半天，却只卖出了五六把。现在这个季节好，这锄都到米扫机里来，一般的使不着了。使不着了，但是大炮不能上刺刀。你小的低头压鞭，还是得使锄。你光说的好听的，这玩意得要来试试才行了，对吧？行啊，那拿去试就是。生意难做，牛大爷有些不安，但牛大爷天生性格开朗，并不着急。来了，打铁的喽！他17岁开始刨铁，从山东到山西，从河南到内蒙，打了一辈子的铁，不管走到哪儿，他都能找到生意。上坡了，哎呀，好，干不了，这挺好的，哥。挺好的。啊。遇上老主顾，今天的活总算有了着落。按照刨铁行的老规矩，在谁家支炉打铁，就在谁家落脚开火。上了门就是自己人。支起炉灶，摊上山东人的杂粮煎饼，哪里有女人的存在，哪里就有家的感觉。妻子从10岁嫁进牛家，跟着牛大爷的小车跑了40多年，跑牛不讲天降浪，一年四季受苦。到了腊月回来了，你看还是破鞋破袜子堆一床。你想想，谁家那好闺女不愿找个背面书生？不管人家丑也好，倔也好，人家能力大小好，人家改不咋的，人家在咱这给我生儿育女，和我成立了一个家庭。我必须得拿着它好。铁匠卖的是力气活，牛大爷和儿子干活从来不犀利。打刨铁的要看主顾的眼色，要让营生干得长久，就更不能偷奸耍滑。打铁的呢，一定要老实，人品那是第一的，人品。都说我脾气不好。从来不坑蒙拐骗，从来不好吹我拉溜，不好说虚的。累了一整天，牛大爷已经开始收拾铺盖，生火做饭。张秋好，张秋好。张秋遍地都是宝，还都是宝。休将两岸稻米香啊，黄河边上梅浪高，还梅浪高。白云湖里鱼儿胖啊，太平区盘牛羊庄啊，南山煤铁质量好啊，秀辉大葱人人笑啊，还有我铁匠手艺好，手艺好。铁匠，这种延绵千年的行当，见证了中国辉煌的农耕文明。而在湖南湘西，苗家人特有的一种传统技艺，则充满了神奇的魅力。我叫龙光清，今年31岁，我是苗族的苗法师。一天前，湖南湘西金龙村83岁的苗法师去世。作为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，整个寨子的乡亲都要为他送行。按照苗寨的规矩，
老法师去世，年轻的法师要以上刀梯的方式与老人告别。明天就要上刀梯了，龙光清觉得不踏实，还是先来做做准备。刀梯是几天前刚刚架设的，与普通的刀梯不同，这座刀梯架设在村头400米落差的悬崖峭壁之上。上刀梯所用的刀，一般3尺长，1扎宽，每一把都必须是经过检验、开过刃的钢刀。晚上，法事活动还在继续。为老法师送别的这种祭祀仪式叫做傩戏。傩戏起源于康熙年间的湘西，由佛、道与苗族巫文化交融而成，以前曾一度广为流传，而现在只能在最偏僻的苗寨才能见到。而上刀梯就是傩戏中最为关键的记忆。把刀磨快一点，越快越好。我们苗家人呢，就是越危险就表示越沉。第二天，为老法师送行的仪式格外隆重，全寨子的人都在期待龙光清的表现。上刀梯又称上天梯，是苗疆祈福攘灾最为重要的仪式。苗族长久的迁徙和磨难让苗家人信服勇者，他们相信有勇气赤脚踩着利刃登天的人能获得与神灵沟通的特权。从现在起，每一步都关系性命。36米高的刀梯，一尺一刀，龙光清必须经受256次利刃的考验。龙光清身上背的这个响铃叫做狮刀，苗家人认为它是一种通灵的法器。这里的人们相信，只有把狮刀在最接近天空的地方摇响，才能送走逝者的灵魂。上刀梯是苗族秘不外传的绝技，一般都要在苗法师将老之时才会择途相授。龙光清还从未在悬崖上上过刀梯。如果你上得快的话，他是上不了，刀子太快了，这毕竟要小心点。苗族传统的仪式很多都带有危险性，他们认为不忘祖先遭受的磨难，才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。时间很快过去，龙光清的进度并不理想，哥哥放心不下，匆匆赶来。危险啊！救护啊！救护啊！记者都重要啊！救护啊！刀刃极其锋利，如果一根头发放在刀刃上，有微风吹动，都会折断。而龙光清的体重足足有45公斤，稍有不慎，后果可想而知。10分钟后，龙光清爬了很高，但体力已经濒临极限。
最后的几级双手很难着力，需要极其小心。摇响了尸刀，村民们相信有了新法师的庇佑，接下来会是平顺安康的一年。苗家刀梯承载着信仰的力量，而在海峡对岸，一种黄金工艺则重塑着创作者的内心。我是台北的吴谦，我是做一些艺术创作，从立体的木雕开始到金雕，我是做了四十几年了。金雕等于就是我开创出来了，历史上没有。一年之后，吴庆的金雕作品《乡土乡情》将跨越海峡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。这件作品的姊妹篇叫做《瓜蝶绵绵》，目前已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。此作品也是台北故宫建院以来收购的唯一一件在世艺术家作品。打禅之后，吴庆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不画平面草稿图，直接创作一件木雕作为参考，这是吴庆金雕与众不同之处。其实在未尝试金雕之前，他在台湾已是一位知名的木雕艺术家。下午金雕创作开始，第一步是熔金，是用9999四个九的超高纯度黄金材质，这也是吴庆金雕最大的特色。他认为唯有如此，作品才会历久不衰。黄金就黄金，就一个材质而已啊。当然很多年他是说他是现金啊，但是我做来做去它是一个材质啊，我要表达情感的一个材质。四个九的黄金经过冷却切割后，开始进入雕刻环节。从这时开始，每一毫米吴庆都要进行上百刀反复的雕刻。把各部组件组接起来，金雕作品才能最终成型。传统金印工艺的组接多是用焊药，但在吴庆的金雕创作中，焊药却成为最大的禁忌。由于焊药本身成分是铜和银，时间长了，组接部分就会氧化变黑。为此，吴庆改良了焊枪，这种焊枪熔点可达摄氏1400度，能瞬间将两个纯质黄金组件融为一体。我做的金是要求它的写实，就是尽量让它做的原物的重现，而原物的重现不止它的技术方面，还有它的意义。吴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作品《乡土乡情》还需一年时间的创作。目前除去吃饭和休息外，他每天工作12小时。他想用超高纯度的黄金展现金属世界的柔软与美感。我不是为了名，为了利，是为了我的生命的一个突破。我希望我再超越，我也希望我的生命不是表象的永恒，我是超越的永恒。我希望我能够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宁静的世界。在金属的世界中，吴庆构建了自己的生活哲学。而在海峡的另一边，天津汉沽的渔民则延续着祖辈的生存智慧。二月渤海的休渔期结束，天津汉沽的渔民们
进入新一年的工作季节。汉古人出海打鱼，沿用一种古老而特别的方式。遇见鱼群时，各船都要敲叉击鼓。鱼虾好热闹，一听到声响围拢过来，渔民就能轻松捕获。汉古人把这种方法叫飞叉捕鱼。我叫赵满宗，今年66岁了，打了一辈子鱼。老赵是汉沽有名的船把头，凌晨4点他已经准备出发，他必须要赶在潮水涨起来之前到达码头。走了，有几个上船了，上船了。咋不担心呢？净出远海，都得个把月啥的，有时候才回家。平时要是好天头啊，没事儿。尤其是刮风下雨、雷电交加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海水哇哇的跟着那个风声，哎呀，进的一块儿，这心眼啊都揪揪一块儿。凡从前有那么句民间谚语吧：打鱼了，路路连连一大卡，姑娘无家打鱼了。离开海岸线，对于老赵来说，更深的诱惑还在深海之中。渔民呢，一是看气候，二看水面，它的雨水啊，这很不一样。假如像在这个水特平，那个水浪花特多，基本上哪块上鱼多，在多深的水都有这个经验了，奔那个方向去。渤海的面积有77000多平方公里。老赵17岁随父亲上船捕鱼，到现在已有49年。经过8个多小时的航行，今天的捕鱼开始了。如何获取海洋的鱼类资源，汉沽渔民有自己的秘诀。钓的越紧凑，越响越快，这样才能促使鱼虾奔向咱们来。下网了，下网了，下网了，下网了！正宗的渔民们那个打的鼓点儿。这是也是传统的，它是草子，咚咚咚咚咚个起个咚，咚个起个咚，咚个起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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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咚咚起个咚咚，就瞧这些点儿，都是我们海上自古以来多年来以来传下来的，打的鼓点儿。下网之后，老赵和他的船员们需要耐心等待收网的时机。飞叉又叫飞箔，汉沽飞叉产生于清朝光绪初年。从那以后，汉沽渔民家家船上备有飞叉。我那时候18、9岁，因为我爱玩，我都把这横笛啊拿出来吹，正吹着呢，我这一圈整个大小海珠都给穿过尾上，不但尾上了，而且还顺着我这圈来回转，转它一群脑，整的大的小的，大的小都有，一边转着一边跳着。还小海珠还跳，那跳来跳去，咣它，正好咣跳上一个来，大的，都这么大的这个，跳到我的脚底下了，我才彻底的知道了解到，这个鱼虾它也是有耳音的，它也耐蓄热。捕鱼的叉和挠要选用优质的黄铜作为材质，在所有的金属中，黄铜的音量最大，一米之内能达到110分贝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叉声才能在海面上向远处传播。大网
在水下已经蛰伏了三个小时，突如其来的风浪让船员们措手不及，只能提前收网。今天的收获并不理想，近几年来没有收获是常有的事。在老赵看来，人类对近海鱼类资源的疯狂捕捞改变了这里的生态环境，船员们期待着下一网有好的运气。渔船继续在大海中行驶，海面上出现细微的变化，船上很快热闹起来。在没有通讯工具的年代，飞叉是船队之间协同作业的信号，直到今日依然沿用。网重难拉，似乎收成不错。这时，就再打上一阵锣鼓镲，听到声响的鱼群再次动弹起来，收网就变得轻松多了。岸上的家人已在等待，叉声同响，一派丰收景象。汉沽蔡家铺全村老少都会飞叉，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大海中捕鱼维持生计，也用这种方式喜庆丰收，祝福平安。你等一下哈，我再把它拿起来。我叫吴真栋，我就是在金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。当我出生七个月就经历八声炮弹，所以说我的童年都是跟这些炮弹一起长大的。吴真栋出生于1957年，他刚满七个月的时候金门炮战爆发，短短44天的时间，金门地区落下了数十万颗炮弹。后来两岸以单打双不打的方式持续炮击，战火一直延续到1979年元旦。你说不怕是骗人的，怎么会不怕？整整就是20年3个月，刚好就是我1岁到我20岁。金门成为战地，当时谁也没有多想，纷飞战火中落下的炮弹日后成为吴增栋事业的特殊原材料。金门的这个岛不大嘛，只要有那个挖土机在挖工地的地方，几乎都会可以挖到炮弹。金门整个所有的海岸线哦，都是军事重地，那边一条一条的那些叫做鬼条站，就是那个防止登陆用的。所以说这个整个面积全部都是雷区嘛。在那个年代我们看战争，所以我想我们对岸的厦门应该也是一样的恨这个战争，也一样的是住在恐惧中长大。
吴增栋的厂房存放着3000多颗炮弹，一颗大炮弹可以打50多把砍刀，80余把切刀，仅他家里存的炮弹原料就可以打造几十万把钢刀。吴增栋出身于打铁世家，清光绪年间，他的祖父学艺于厦门，回到金门后，创立金和利铁匠铺，祖父过世，父亲接手。金门炮战后，时有退役的军人捡来废弃的炮弹壳，让吴家打制成刀，留作纪念。由于钢刀钢质极佳，锋利耐用，一时之间口口相传，金门菜刀成了台湾的抢手货。我们在用这个炮弹在做刀，那个年代我们只是说就是一种废物利用，现在我们两岸已经从以前第一次走到现在两岸的交流，我们整个和平的路也越走越宽广了，所以说这种东西能够化解以前的这些历史的一些恩怨嘛，就像我们在做这把刀一样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在切割完毕后，吴增栋开始制作菜刀，钢片被投入炉中，几分钟后，他前出红透的钢片，在急促的气锤声中，钢壳被打成巨型，再次投入火中，第二次锻打，钢板变薄，刀的外形显现。之后，成型的刀胚马上放入油中淬火，反复研磨、抛光。20分钟后，一把菜刀制作完毕。金门面积133平方公里，与大陆最近处相隔近2310米。60多年过去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，我们感觉好像做梦一场。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厦门好像就是在地球的另一边，结果没想到经过半世纪一甲子之后，竟然两岸我们能够这样的平安。所以说我爸爸如果能够还在的话，看到现在他不知道会有多高兴。在人类文明史中，由大地原色生长出的金属已超越了单纯的物质。经冶炼、锻造、加工，已成为一种转化的灵感和改变的力量。正是对金属的深度利用，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。它承载着千年不灭的行当，也连接着我们的过去与未来。它唤醒了人们的生存智慧，也记录着我们无畏的勇气。它重塑了人的内心，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气质。今，我们改变着它的形态，它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。叫方学斌，出生在扬州，今年58岁，从事金银细工的。
记忆呢有40年的时间。我叫高吴慧琴，我来自于台湾省台湾族，目前从事金属工艺的创作。传承由凉茶领导者金冠加多宝独家巨献。